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万恶淫为首，很多人呢不理解老祖宗为什么会说这种话。这个男女情爱啊，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他又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也没有这个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怎么就排到这么多恶事的第一个呢？对，他怎么就排到恶为首了呢？对，因为淫会引起杀盗，它等于是个媒介，它会引起杀盗，这也是一个规律吗？规律啊，如果帝王犯的这个，肯定亡国，肯定的，肯定。你看，末代的帝王，哪个帝王不是这个淫欲过度？但是我们看这些古制，这些嫔妃啊，那么多啊，比方那么多，他不一样啊，他是还以礼相待啊，那就没有问题了。他不乱，他不乱呢、啊。啊，如果是专宠一个妃子的话，麻烦就来了。唐明皇宠杨贵妃，差一点亡国，那不是各自意就完了？哦，专宠这一个，对，不错，这个帝王专宠这一个，他里面就有产生嫉妒啊，嫉妒里面的时候就会有杀意、杀机呀、啊。那怎么样把他整死啊？所以这个很麻烦的、啊，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呐、啊。哦，这就是帝王啊，贪爱女色，对。对，里面就有造成杀的意念、道的意念，那坏的事情都从这发生了。啊，如果按照规矩啊，按照礼法，对，那就没有问题，没有这些问题，那就没问题。啊，所以不能够背礼呀、啊，违背礼是不可以的。那么正常的夫妻之间是不在此，正常夫妻不也不能够过度。也要讲理，所以说父夫妇相敬如宾啊，指的是这个意思。对，是的，他这个家道才会兴旺啊。所以这个夫妇他的使命是什么？传宗接代，他不是为别的，他不是为淫欲之乐，为淫欲之乐必定丧身败家，他是为传宗接代，伤身和败家一定逃不掉啊，逃不掉。哦，夫妻相敬如宾，这里有这么深的学问，对，有深学问啊，所以都是有德行。你没有德行的话，你怎么能教导好下一代？这就你联想到的了，你底下一代能不能出圣贤？能不能出君子，那就在你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就是将来我怎么做丈夫太太啊，对，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榜样啊。对，不错啊，这世代相传呢。那么您曾经讲过，在未来的很多这些灾难当中，可能在过去也有啊，对，那么这些灾难呢，很多的最大的原因之一啊，就是这个男女的，没错，关系混乱。对，所以一般古人讲的是两个字，一个财，一个色。现在全世界的人好像认为这是享受啊。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三恶道的大门，地狱恶鬼畜生的大门。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喜欢这个就是在敲门。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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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堕落在这里面。去世之后，他那个神识啊，是跟那些发生感应的。没错，没错，没错，他跟那个相应，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可怕。啊，你贪欢，以为这是恒乐，那个时间多长？你将来堕到三恶道里面，那个苦是多长？你要是搞清楚了，你就晓得得不偿失。佛经上写，地狱道是。一劫呀，对，历经一劫求出无期、啊、不错，求出无期。鬼道是成千上万年、啊、不错，鬼道鬼里面一个月是一天呢，人间一个月，
叫度日如年。那要是在里边一千岁，那就麻烦大了。对啊。但是有人讲这个话，说读儒家的经典，孔老夫子也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对，是的，没错，这是提出的警告，欲要有节度。哦，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是一句警告啊？对，警告。就是提醒人们，这是你最大的欲望，你要小心。这个就是什么呢？烦恼习气，人人皆有的，与生俱来的。他不是告诉你，让你去啊，这个欲望、不 是正常的，你要可以去享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个意思，他就不叫圣人了。您知道，现在很多人他就打着儒家的这个旗号，他就讲他误会了，把夫子的意思曲解了。哎，比如说他们说咱们晚上去娱乐，哎，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场所，对，不错不错。哎，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啊，这是孔老夫子说的。不，那是把他意思解错了，曲解了。那他散布这种言论还要有、这个、对对对，有这个他曲解的是有罪过啊。你怎么可以把夫子意思讲错了？这个确实是人的一种本能。对，但是呢，一定要有一个是人的欲望要解读，不错。您知道在西方很多国家呀，把这种欲望也可以当成商品。那我们知道他们有红灯区，无烟工业、对，哎，就是这是合法的，人们可以去这些地方消费。对，那么很多其东方的一些国家就认为，哎，你看人家很发达，人家是文明先进的代表啊。不错不错，那我们也应该照做啊。嗯，是可以照做。他快要亡国的时候，你也看到了，你也照做。照做得有智慧呀，人家有长处有缺点呢、我们有缺点也有长处啊。你怎么能说我们祖宗五千年来一点长处都没有？一点长处没有，这个族群早就灭掉了，他怎么可能存在这个世间这么久啊？为什么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你们想想，这里头没有道理吗？所以你细心去观察的时候，你就明白了。那么在过去呢，一个人如果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人们一定会唾弃他，以他为耻。没错。现在呢，现在社会呢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人他要是没有情人的话，很多人觉得他不正常，确实有过这样的舆论。这种堕落如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话，对，谁能管得了这种事情呢？他的家里人都不管呢，那政府该怎么干预呢？如果说政府也干预不了，如果说这种事情它关系到家庭的问题、没错，它关系到整个这个国家的安危的话，对，不错，不错，那政府要管的，但是他家里人都管不了。对，是的。现在这个问题总的来讲的时候呢，就是你管不是现在管，现在管来不及了，从小就要管，也就是说，我们对同盟养正的教育丢掉了，《弟子规》的教育，对，同盟养正的教育。一个人端端正正是要从小把他养着培养出来的，你就晓得这个事情根源在什么地方啊！所以现在再要把这个根源再找到的时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艰难的事情。可是你不把它恢复起来，你就眼看着这个世界走向末日啊！什么时候人会回头呢？如果真的像巴西这个预言家讲的，到2043年，世界上人口已经消失掉80%了，可能那个时候人回头了，人少了啊！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可能时候科学技术完全都没有了，人会恢复到原始时代的生活。我们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被抓起来的那些贪官，95%以上他们都有自己的情妇，有的还有很多。那么官员做这样的榜样影响是很大的，是很坏的。那这个方法，那么我的意思说，
就是管理者，他们怎么才能恢复呢？恢复到一个，这个是要真正民族意识能够做一个认真的反省。但是我想这个反省的时候距离我们会越来越近了。为什么呢？社会的堕落的时候已经走向毁灭，到毁灭那一天，所以说不见棺材不流泪，到那个时候他就会反省，现在还不会反省啊！你到整个这个国家民族灾难来的时候要全体灭亡了，这个时候你怎么想法？所以古圣先贤的东西能够有机会多讲讲是有好处的，虽然他做不到，他有个印象啊，到那个时候他在反省啊，曾经听说过，会起作用啊。所以媒体确实讲他可以救世界，不能小看他啊。那么媒体主持人要真正是个菩萨，他就会利用这个来救世界了啊。你天天播出去正面的，不是负面的。我们也曾经在公益节目里边呢来呼吁能有更多的电视频道呢，对，来弘扬这些正面的，对，善的，对，对家庭，对孩子，对民族，对国家， 对世界都有好处的，对对对，这样的内容， 对那么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会起作用。那么我们说到具体的一个家庭，有人就想请教老教授，我的家里边，比如说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他就是个性开放的人，我的孩子就是一个崇尚性开放的这么一个人，我的家里有很深的这个烦恼，现在这样的家庭很多，他要请教您老人，解决的方法在哪里？解决方法，好好的去念佛。好好的去念佛。对，对，你自己是以身作则，家人那些做的这个事情你不要理会，慢慢的我相信他会回头，他能转过来，他会回头，时间久了他会辨别，哎，家里这个是好人，外面那个比不上家里的。自己啊先要端正，先要做到。不错不错啊，就是有这种痛苦的这种人，对，或者这种家庭，不错，不错，不错，他自己呢要存好心，哎，对，说好话，不错，做好人，对，行好事，哎，念佛，对，你每天念佛，你提高自己的灵性，你就不会有烦恼，啊，见如不见，你永远保持心地的平静，平静生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按照佛法的解释来说，家里的这些人是不是冤亲债主呢？对，也都是，当然不是有这个四种缘的人。不会到一家来，给这个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化解的方法就是最究竟圆满，就是是智慧，不错，是智慧。那也就是说，这个智慧自己就会有啊，对，自己有啊，到时候自然就能啊，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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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感化。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处这个环境，你在历史上讲。那是最困难的舜王，你看舜，他的父亲糊涂人，他的后母跟后母养的儿子处心积虑要置他于死地啊，他父亲没有智慧跟着他的继母，那已经到了极处了，对，到极处啊，啊，你看看他一点怨恨心没有觉得我父母不对，总是自己做的不对，天天反省，天天改过，三年把他这个父母一家人感动了。他父母原来是想杀死他啊，对，不错，就他后妈原来是想杀死他，对，不错，不错，是的，是的，是的，三年之后感动了啊，感动自己家庭，感动自己的邻里乡党，过往是尧王，尧听到这个事情有这么好的一个人，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九个儿子跟他做朋友，细心观察他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一观察是真的，你看最后王位传给他，让他来管理这个国家，对，管理国家，
有德行啊，对，是啊，这好人到哪里去找啊？所以中国24孝排第一名，那就是孝，成功的化解了冤亲债主，化解了。家里只要用真诚心，没有一丝好的恶念对人，再恶的人，啊，这个冤业再重的人，都会感动。家里出现这样的人，就是出现这么大的来伤害自己的情况，对，不错，也不能去斗争，不可以，斗争是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生生世世都化解不了，啊，所以只有用真诚心，用极大的忍耐来承受，把这个冤结化开，这正确的。我们现在在中国的农村呢，还能看到一些有古老传统色彩的婚礼。我们发现这些婚礼啊，有很多细节，有很多礼节。对。那么在您的很多讲经当中，大家也发现，您也谈到，对这些婚礼、这些礼节，实际上是有很深的智慧在里面，很深的意义在里头。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家庭，对，对，安危，对，不错。这个礼节非常之细，非常的繁杂，这就告诉你，结婚是人生第一桩大事。啊，在这么繁琐的礼节当中，你就晓得就不会想到离婚。啊，所以古时候离婚率是很低很低的。几乎倒是零。这个婚礼就是对夫妇的一个教育，没错，教育。您知道现在婚礼的情况，很多杂志都在报道。对，那些明星们一次婚礼几千万人民币，几百万人民币，豪华无比。对，这好像就不应该是教育了。对，那这样的婚礼。对这个夫妇会有什么影响？对社会会有什么影响？你慢慢看呢、啊，他不久就又离婚了，就在第二次结婚了，第三次结婚了。这个现在社会上很普遍的了，啊，所以这是假的嘛，啊，所以现在人没有爱情，不懂爱情，现在是什么呢？叫性冲动。他哪里懂得爱情？完全是原始的冲动，不错是啊，要不就是名利啊，对，不错啊，没有情呢、啊，那个情是永恒不变的，啊，所以我跟你讲过，我在澳洲住在这个，我住在乡村里面，农村里面，我有个小房子，我院子里面小鸟死了，我埋在那个地方，另外一只鸟在那个地方转了三天。那个有钱人还不如人不如畜生。我们看到那小鸟非常受感动，人家的那个婚姻哈、啊，那就能感动到人类，那就感动是谁、啊、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婚礼花了很多钱、不能感动人心，对，不错，只是刺激人的欲望，不错，刺激人，没错啊，这个就是什么呢？从小没失去了伦理道德这基础的教育，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整个社会动乱，从个人到社会到国家到整个世界，就是丧失了扎根的教育。您知道现在年轻人都在学这些啊，都在羡慕这样的婚礼啊，但他是应该羡慕的，他无知嘛，他除了这个之外，他不晓得还有好东西。也走这条路，将来会有灾难的。对，真正好东西他不认识。我们知道，在上古时代，伏羲氏呢，还通媒妁，哎，订婚姻。能不能说，在上古时代，我们的先祖就把男女的这种关系用婚姻对给做了一个约定？没错，就怕。这个关系混乱泛滥，不错，是的。这个婚礼最早是这么个起因，对，能这样解释吗？对，是的。这是人生最大的一桩事情，啊，从小的来说，关系你家的兴衰，啊，大的来说，社会安全、国家民族的这个兴衰，关系在此地。你看，不是跟你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
这是修身跟齐家的这个关口。你说它多重要？这个家的意义特别重大，对，非常重，就是从婚姻开始。没错，从婚姻开始。在西方有一种这样的婚姻观念，就是结婚的条件就是大家不生孩子，叫丁克家庭。现在国内很多夫妇也在效仿这个，就是不要孩子，这就是西方的一种观念。如果蔓延下去的话，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和我们老祖宗所教导的那种家的概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就绝子绝孙了，就断绝了。这个在中国人讲大不孝啊。为什么到你看几千年的历史到你就完了，你就没有断掉了，你怎么对得起祖宗？世代相传到你这就完了啊。所以真正受过传统教育的、读古书的，他决定不忍心做这个事情。他一看自己的家谱啊，啊，对，是啊，他绝对不忍心到自己这画个句号 啊，对对对，就断掉了。这是多么凄惨的一桩事情。中国的古书啊，《礼记》上记载，就是男女啊，在五岁的时候就不同席了，对，就不在一起。没错。那后来呢，我们知道五四以后啊，大家一直在攻击传统的礼教，对，认为这是吃人的，对，认为这是约束人性的、扭曲人性的。但是我们发现，在古代，在这种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很多都是正人君子，没错，能够让这个家庭安定、社会安定。对，后来我们攻击说这是对人性的压制，对自由的这种压制，不错，现在彻底已经打倒了。对，但是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嗯，很多报道初中生、初中的女生，对，不错，堕胎，对，十几岁堕胎，不错，一片混乱，不错，艾滋病泛滥。对，那么你就好好想一想，还是从前吃人的礼教好，还是现在开放啊、自由的好呢？这不就摆在面前了吗？让你自己好好去反省，你到底是选择哪一个？你希望你的儿女都像现在这样吗？您老曾经讲过，稍稍的人呢、是要受一些约束，但是这个约束呢，会得到吉祥和平安。不错，是这个意思。不错。你在不懂事，就是说你还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的时候，要受约束，要受约束，要受约束、你的智慧开了，约束就没有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孔老夫子不是说吗？他老人家到七十岁随心所欲不逾矩，那就是整个开放了，什么约束都没有了，那才是真正的开放。那是真正的开放。对对对，所以在大自在的时候，小小礼节不是，不逾矩。现在整个世界是开放的呀。对。但是这个开放是，它没有规矩。女孩子很小就要堕胎了。啊，对，是这么个开放法。对，是啊，是这个开放。那哪一个家庭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对，是就是这样啊。啊，而且说从这一些淫欲里面得的一些病，那就更凄惨。啊，现在大家晓得艾滋病，将来以后比艾滋病还要严重的，都从这来的。还会有比这种病更严重的？还更严重的。原因都是男女混乱。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要命的，不是开玩笑的，是要命的。啊，这都不怕死的。啊，死了以后躲三途。他不是人吗？他出生吗？哦，就是他在人的时候所做的那些行为啊。对，是出生的行为，他不是人的行为。是畜生道的。对，畜生道的行为。所以他去世之后，他的神识、对，不错，就跟畜生道自然就入那一道去了啊。畜生恶鬼还加上别的罪业，就堕地狱了。那我们现在能看得到这些畜生道的众生啊？啊，能看到。他们的前世啊？对，他们前世就是这一类的啊，比他们做的还少一点，现在他们做的比他更严重。
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过这样的经文，若遇邪淫者，说却割鸳鸯毛，没错，是就是畜生道，不说畜生道。那有人就会问，他为什么去世之后会变成孔雀鸽子，他这个淫欲好淫的啊，那种动物就是这样。对，不错不错不错。哎，这是志趣相同嘛。这个古书上记载有这么一句话，叫孔雀四时有子，鸽子是逐月有子。对，这就是他的习性啊。对对对，不错，是的，是啊。但是我们看到佛经上很多讲到他这个四十应该是四十天，哦，四十天，四十天就怀孕了，那小孔雀就生出来了。人在这个平时啊，如果喜欢这些的话，他将来去世之后，没错，一定和这些没错没错没错，他是志趣相同啊，物以类聚嘛，人以群分，就这个道理。就是他会以另外一种生命的形态啊，对，存在，对对对对，只不过是畜生而已。不错，得畜生道，得个畜生身，畜生身。很多人呢，他平时喜欢这些，但是佛经上讲呢，很多都是堕到地狱道，而且各种各样的地狱。不，对，有人就地狱复杂，恶鬼也复杂，畜生还是复杂，不是那么单纯的，因为他意淫不相同。怎么那么多邪淫的人最后都到了恶鬼都到了地狱道，而且那么多种呢？对，生时造的业不同。不错不错不错，所以懂得因果的人不敢，懂得伦理道德的人他心理上有约束，他认为这些是羞耻，他不会做。啊，羞于为恶，耻于作恶。这就是现在羞耻没有了。什么叫羞耻的？不知道了。真正的正人君子实际上是有很高的智慧的。对。但是一般的人是看不出来的，认为他不会生活，不懂得生活。他怎么不去这样享受生活呢？其实他们是知道那是灾难。对，所以呢，方东美先生讲学佛的人人生最高的享受，那释迦牟尼佛三衣一钵每天去脱发脱钵，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但现在人看不懂啊，他真的是最高的享受。我们举古代的这么几样东西，比如说服装，那些衣服穿出来之后啊也很美啊，我们古代的衣服也很美，也很庄重，也很气派，有它独特的气质。男人女人看到之后不会产生男女的欲望。没错没错没错。但是我们看现在的年轻人穿的衣服都是学西方的，对，露后背，穿的很少，一看到就要让人有这种欲望。对，而且呢这个衣服越性感啊，越容易让人产生这种性欲，越容易吸引异性啊，这样的服装越好卖，越有好价钱。我们再看音乐，中国古代的音乐我们挑出来任何一段，你怎么听都不会让人有那种色情的心。没错，西方音乐一听就亢奋，一听就激动，对，这个意乱情迷啊。对，还有就是建筑，古代的庙堂叫居庙堂之上，进去之后我们有这个体会，做旅游的时候发现你在里边无论如何怎么想都想不到男女的事情。对，但是西方的很多建筑光怪陆离，以奇怪为美，以豪华为美，你一看到它奢华的心，男女欲望的心都有在里面。对，能不能说中国古代所有的这些，我们只是举了三样例子啊，所有的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礼节的教育。是教育，全都是教育，约束人的对情欲性欲。不错，能这样说吗？是的，是他意思就是这个，都是帮助你觉悟回归自信。
因为我们发现呢，古香古色这四个字，对，只有中国传统才有。对，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说古香古色能诞能产激发人的这个欲望啊，这种欲望不可能、啊。这个不可以，为什么？激发欲望的时候，是叫人堕落，是叫人违背自信。啊，东方东西是最高的东西，就叫你回归自信。佛家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时候才真正得到大自在、大圆满。这么说起来，中国的老祖宗几千年来啊，对，对子孙那真是爱到了极处，而且智慧高到了极处。你走到哪里，对，他都是在约束着你的欲望，没错，不让你有灾难。对，不错，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那我们看西方是相反的啊，西方相反的。所以西方必定堕落。你们看他这个样子的时候，如果说中国书念多一点，你到西方一看，你就了解，前途一片黑暗。我们在中国的古书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历朝历代啊，都有很多劝善戒恶的这些善书。对。那我们在这些书当中呢，就发现了有这样的话，说到什么呢？就说，凡是贪恋女色的，一定会毁掉你的功名，没错，就你的事业，没错，你的名望，你的这些家产，没错，全部都毁掉。对，他有人就不理解这个意思，这贪恋女色，对，喜欢这些，他怎么会毁掉自己的功名？你看看，每一个末代的帝王，都是贪恋女色，毁掉他的政权。他不贪恋，他手下那些大臣贪恋也不行吧？那不行，不，他自己不贪恋的话，大臣就不敢。哪个大臣有贪恋，他就把他开掉了，他不会任用他。他不允许啊？对，他不允许。那有人就想请教您老，这里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他贪恋女色，怎么会对仕途，怎么会对他的事业造成这么大的毁灭性的伤害呢？你记住古人这一句话，万物淫为首。你只要有这个贪念，后头跟着就是万物。哦，淫只要有了，没错没错，后边就是万物。他是个带头，不错，后面就万物都现前了。淫是因啊，对，是的。万恶是果啊，对，不错不错，这是规律，这个跑不掉。一代的时候，后面的时候，所有一切灾难都来了。那我们知道西方很多国家他宣扬的就是这些啊，所以他这个国家会毁灭。哎，他那个事业不是踏实的，你看现在这个金融风暴你不就看到了吗？啊，亿万财产到第二天就一文不值了，这哪里是真的？看来这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要明白这个道理，看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明白。没错，没错，这个男女关系不错，千万不能不错出现问题。哎，你中国过去这个历代帝王，如果这一关不能守定的话，他那个朝代自己自身都保不住，别说传个儿孙了。有这样一本善书啊，叫解脱要门。那么您老师高僧大德，我们一定请教您这个问题。这里边讲呢，说学佛修行的人，他功夫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对男女的欲望啊不起心不动念，那么数十年呢他能够保持这个功夫。有一句话叫精髓凝结，逐成就是变成了这个渐成舍利子。我们看到很多高僧大德啊，有修行的人，他最后，往生之后，遗体火化之后，有那个舍利子，啊，这个书上是这么解释的，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舍利子是与定功有关系哦，但是结成舍利的时候，因素不是这样的，因为舍利啊，有骨头结成的，有肉结成的，皮肤结成的。还有头发、毛发结成的，与这些不相干。
与定功相关，就是心呢啊，对心静的程度、啊、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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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请教您，如果一个人从正人君子开始往上提升、嗯、不断提高自己啊，对，做人的这个境界，对，往上灵性提升，对，这个男女啊欲心不动、嗯、啊，他最后能有什么好处呢？啊，好处是第一个，对自己身体健康长寿有好处，延年益寿。延年益寿，对，不错，这是真的，哎、啊、这是真的。然后第二个好处就是他将来死后的时候啊，升天呢、啊、不升欲界天。为什么他欲没他没有欲，他升色界天，那就高得太多了。有身体但是没有欲望了啊，没有欲望，他升色界天。色界，色界十八层天，色界天的福报是不是人类想没法想象？那没法想象，比欲界天高多了。欲界有六层天啊，欲没有断，越往上面去越淡薄，到完全没有的时候就到色界了。啊，那个就是我们讲的四禅八定了。那也是大福报哦，大福报，那个福报大了，越往上去福报越大。但是在佛法来讲还不究竟啊，对，没有出轮回，往生啊，极乐世界才能。哦，那不一样，不错。如果一个人平时啊，他对男女的这些情欲啊，非常的执着，很贪爱，他是学佛人，也念佛，在临终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这个会障碍他往生，他念佛不能往生。这么大的问题、啊、对，不错，哎，因为往生的时候是要清净心去往生，你有一念这个杂念在里面就不行。为什么？那个地方是净土，心净则佛土净，你的心不清净，你跟那个地方不相应，就不发生感应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人在临终的时候，这些我们讲，很多人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比较老的时候过世，人在很老的时候，他那个男女情欲啊，这种欲望的心还很重吗？有的很重啊，也有的一般讲起来都会比较淡薄一点啊。可是他对这个执着的，虽然他身体不行，他的有意念那还是不行啊，有这个想法，对，这个想法不行。这个就是佛法讲意淫，它不是身，意淫那个罪很重。那要是不能往生，那就还在六道里啊？对，还在六道啊，这出不了欲界，他欲没断都出不了欲界啊。做再多的好事，欲界天佛报大了，这欲界天这还是凡夫、啊、不错不错，还是凡夫。我们知道在佛法里，佛陀的教育呢，就是断五荤五腥。这个五荤呢，是指五种菜。对，它和男女关系好像还有关系。有关系，有关系。这个五腥是葱。五荤。啊，五荤。五荤。啊，荤，所以你看草字头啊。是。啊，五荤了、啊，这个葱。这个大蒜，啊，这个浇头，啊，我们讲一般讲小蒜、韭菜，跟这个洋葱。洋葱啊，佛经讲心虚，是过去中国没有的，现在外面也进口来了。它的性质啊是相同的。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五种东西生吃，刺激这个器官，容易啊起肝火，就是容易发脾气。熟吃呢，它产生荷尔蒙，容易引起性冲动，所以佛要把它禁止。道理在此地。这也是三千多年前的啊，对对对对，生理卫生啊，生理卫生，这是生理卫生，啊，生理卫生，啊，但是佛有开源，如果是药用就没问题。药用可以，那配药治病的，啊，治病的时候就有开源，哎，
所以这个是佛所制定的这些饮食起居里头这些规则的什么都很有道理。那么说到男女关系的混乱邪淫呢，它的果报在佛法里有这样一句话叫报在妻女啊，对，就报在自己的家人。没错没错。那有人就会问，这是他造的恶事，怎么会家里人受这个？你家里人也是有一类的人到你家里来，他不是一类一类的，他到不了你这一家里来。感召来，感召来的，就是善与善相感应，恶与恶相感应。就是说，这我们现在一般人不懂，以为什么呢？叫遗传，其实不是遗传，是感应。就是如果这个人呢？他造这个邪淫的恶业，对，不错，他的妻女会受恶报。不，他妻女也是邪淫过来的，也是投胎过来的。那家里有这样的妻女，物以类聚嘛。那家里有这样的这个妻子太太，有这样的孩子，麻烦了，那就太麻烦了。麻烦了，所以你就不能不谨慎了。所以懂得因果的人，他不会干这个事情啊。啊，所以因果教育很重要。这次我来香港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走到大街上很多的书报摊，可以说是任何一个书报摊，我看到了很多书报摊上真的是公然的在出售色情杂志，黄色杂志。对，我看到那个小孩子啊，就在那儿这么看，五六岁，他的妈妈在站在孩子的身后啊，很麻木。另外我了解到好像香港也有红灯区，对，但是政府对这些好像不干涉，这是合法的。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呢？现在这个社会的染污是严重到基础了，家庭里面有再好的伦理道德教育，一走向社会呀，就保不住了，他没有那么大的定力，他没有那么高的智慧，他没有那么深的远见，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啊！所以你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知道全民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是多么重要。因为香港啊，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受西方影响，对啊，100多年，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错。刚才您讲走向社会，那有的家长说不要走向社会，我的孩子在家里边看电脑，一打开一上网，什么都有。对，没错，这防不胜防啊，这怎么办呢？没错，没错。所以现在，你六根所接触的，无疑不是世界末日的征兆。你说多可怕？那想到这一桩事情，那我们可以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我们尽心尽力做一点，做一点是一点啊，对社会影响不大的时候，对自己好处大。我们看现在很多的娱乐界啊，很多明星嘛，他们拍了很多的电影，那些电影完全是色情的。对，我想问，按照佛法来讲，那么这些演这些片子的这些演员过世之后，他们去哪里？都在阿鼻地狱。阿鼻地狱，对，最严重的地狱，因为他把人带坏了，他把人教坏了。这些演艺人员是社会的老师，你对社会要负责任。所以我过去在台湾讲经，我住在景美附近呢，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啊，以后改成学院了。那个时候这个学这些电影这戏剧的这学生呢，到我这听听经之后，我听得很怕了。他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改行啊。啊，真的，他们就不念那个学校，换学校去念了。真能听话，真能觉悟。不错，真能觉悟。无间地狱啊！那他们什么时候能出来呢？啊，那就难了，太难了。凡是被你害的人，
你都要负责任，要去还债，还不清啊。那这一个电影，那全世界的人看、啊、没错没错，还不清的债呀、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钱不是好赚的。就是凡是涉及到色情的、没错暴力的、凶杀的对不错不错这些内容的，对，不错。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对，不错。不管你是导演也好，还是参与者也好，对，文字作品、影视作品，对，对，哪怕是一张很小的图片，对，不错，全是这样的果报。对，所以我曾经跟刘长乐讲过这个。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他办公室，我就告诉他，我说两种人可以毁灭世界，也可以救世界。他说哪两种？我说第一种是国家领导人，第二种就是干你这行的人。他就很业精啊！你所演播出来的是暴力色情，是杀盗淫妄，你毁灭了世界。有的人他就要问这样的问题啊，他说这是电影啊。这又不是我真的去做嘛？那不是，不是叫电影的事，你影响人心，你影响整个社会。哦，大家会跟着去学。你把整个社会的风气往哪边倒、嗯？你要负这个责任。那全世界很多电视台的台长啊，对啊，这些编导人员、啊、他们要好好反省，都是有问题。在他所管辖的电视台，如果出去这些内容，对，这个台长要负责任。对，他如果一念转过来。去演一些仁义道德、忠孝节义，他就是菩萨，他就救了世间人。一念之间呢、啊，这些全世界的电视台的负责人们都要好好想。对，不错，就是说你将来想到哪里去？啊，现在你很得意，你知道你将来到哪里去？我们遇到过这样一个事情，也是一个女明星、女演员，啊，她也是这个相信佛法的。在有一次机会呢，送给我们一张名片，这张名片上有她的照片。我们拿到这个照片之后呢，就还给她。她问为什么？她也是信佛的，啊，我就讲了，我说你这个照片呢，拍得很暴露，啊，很性感，我说这个要还给你。她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呢？我说你自己是信佛的，那这个违背了你的信仰。他说为什么呢？我说这个是按照佛法来讲是邪淫。对。他说我没有啊。我说你看这个照片这么的暴露啊，你这个女孩子把名片发出去、人家看到就会起心动念。对。他这个起心动念动这个男女的淫欲之心呢、他听到之后他很害怕，回去之后把所有的名片全部烧毁。那现在就出来这么一个问题，有很多的导演，还有这些参与过这些有色情，有色情情节的、有色情内容的这些演员们，他们过去演过很多的这样的电影啊、影视作品，这都流通了很多年了。不错，那他们想要忏悔，不想将来死后去那么恶的。要想忏悔的时候啊，重新去演仁义道德，那叫真忏悔。那他会起很大作用。那他将来去世之后能得救吗？能得救。为什么呢？他是一知道从前做错了，等于向全世界人宣布：我过去演的是罪恶，现在演的是救自己也救众生。如果他好事情，如果他能够在一些公益纪录片啊里面出来宣布一下，不错不错不错，忏悔一下就更好，对，不错更好，那个罪就忏掉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真心忏悔，改过自新，啊，依旧用这个文艺表演的方式来端正人心，来改造社会。将来他那个那功德大了，将来他那个苦报恶报、啊、就没有了，就没有了，那功德大了。您今天的这个教导，真是能救天下很多的人呢、啊。对，哎、啊，这个过去在古印度。马明菩萨他们三兄弟啊，天清无助啊，这个无助菩萨，天清他的弟弟天清舍小乘，不相信大乘，造了500部论，写了500篇文章啊，毁谤大乘。以后他哥哥告诉他，教他把大乘道理讲给他听，他明白了，
他知道自己犯的严重罪过，他跟他哥哥说，我是用这个舌头，我把舌头割掉供养佛，我忏悔行不行？他哥哥说，不必割舌头，你以前用舌头毁谤大臣，你现在用舌头在赞叹大臣，你的罪行，他一下就觉悟。所以晚年又造五百部论呢，赞叹大臣，所以称为千部论师，这是佛门的佳话。这个罪就铲除掉了，不错，是的，恶报就没了。对，您知道还有很多名人，包括一些女明星们，他们穿的衣服啊，是比赛性感，啊，比赛这个能够吸引异性。其中也有一些人呢，他能够觉悟啊，哎，能够对佛法信受奉行，就把那些衣服烧掉了，对，再也不在服装上啊去引取别人的这些方面的坏的念头。对，这样做也是忏悔。对，但是最好是要宣布，最好是公开的宣布，叫发露忏悔。为什么？对社会引起很大的效果，那功德很大，那个功德大了。哎，你个人做，别人不知道啊，哎，那个效果小啊，你自己得利益，大众得不得？你过去害的那些大众啊，你现在要救他们呐。最好在我们这样的公益节目里面，对，没错没错，你一宣布的时候，那就是救了众生了。我过去害了你们，我错了，对不起你们，啊，现在的时候。不要学我过去，学我现在的样子，大家都得救了啊！而且什么呢？这个身体服装破露啊，40岁以后病痛就来了。我在这个台湾，过去一个也是电影明星，叫陈丽丽，演过很什么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什么，叫小王爷是不是那个片子？他来见我。见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身体毛病很多。我说怎么了？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啊，喜欢破路啊，得了一身病啊。40以后苦就来了，这个苦是什么？这个苦叫花报啊，果报在地狱啊。花报就是一个小的，对，小的报，小的报，小的果报。身体什么病都发生了，真正大的果报，对，什么病都发生了。那您老人家真是太慈悲了，这是中医呀、啊，是啊，就是很我们中国人的时候，无论是男子女人时候穿着的时候，都是包得紧紧的，哪有破路的？我说这是能照风寒的时候得病啊。现在女孩子是穿的越少越好啊，所以她就是大概的时候35岁之后的时候，她毛病就越多越来了，就这个照赶来的嘛。完全不符合生理卫生啊！对，是啊，那就是短命啊，多病短命。啊，这种衣服如果是说清楚，这是短命的衣服，这是多病的衣服，他就叫他去穿去吧。其实学那些西方女明星啊，那样的那些暴露的服装啊，实际上是一种没文化、对浅薄的表现。你仔细去看看那个西方这些明星的时候。有几个是好死的，有几个是长寿的，你就会觉悟了。这种学习是浅薄无知，对，是害自己还是，对，害自己。有一些人会问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但是一直找不到真正的答案。虽然现在修学佛法的人很多，包括一些人也是修密宗的，但是他们也是不知所以然。社会大众在一些画册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佛像，就是在佛门里边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佛像，好像是在密宗里边叫欢喜佛，是男身和女身呢搂抱在一起交合像，对，那有人就提这样的问题，那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佛法里也会出现这样的画像，这样的佛像？对，这个是佛法的境界，达到最高的境界。境界，哎，达到最高层的境界，拥抱里面没有淫欲的念头，是个教学工具。这个叫是，这就是真的淫欲断掉了。哦，
就是这个是是佛像，对，不错。你看到他在交合，对，不错。但是他是佛，对，他是佛。佛的他心地清净，不起一个念头。哦、要起一个念头的时候，他就是地狱。不起念头，他成佛。有欢喜的样子，但是他是佛啊，对，他是佛，定义是佛啊，对，不错。那是很高的境界啊！这个过去，我的老师是密宗上师张家大师，就给我讲了，净土宗的净，密宗也是净，密的净比净土净高，因为净土的净是原理，密宗的净它不离，不离里面不动心，真清净。我说他通过实验了，你还没有经过考试。那您说的这个境界是不是在佛在是不是在修学里边修学佛法里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所以密宗不能学，你要学学在这种境界里头，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行，成佛了。如果还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学这个堕地狱了。哦，就是说心里边能达到佛的境界，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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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这样，可以，他没有事嘛，他事事无碍嘛。那华严经最后不是讲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吗？啊，那怎么会有障碍呢？看到这样的佛像，人们要学佛的人要觉悟啊，对，不错，就知道呢，什么事情都没有障碍，对，不错，一样是佛，对。那如果没达到这个境界，这样去做、啊、不行，那你就到地狱去了，那就是邪淫了啊，不错，就地狱去了。啊，所以密是佛门里的最高的一个层次，像念书一样，那是博士班。这个密这个意思是秘密、深密，是深。太深了，深密道理太深了，不是一般人能懂的啊！但是你要是不够这个程度的话，你去搞那个肯定堕地狱。因为密的时候它不是一层一层上去的，它是极端的，你上不去你就下来，你就死路。现在修密的人非常多、啊、错了，哪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真正上师，他不会传给你。哦，不会让你看、啊、不会，你不够程度吗？那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为、啊、你是个大学研究所的这个招生，你如果招个小学生去你念的时候，你这个所长你能答应他吗？不可能吗？您知道现在很多人为了赚钱呢、啊、印了很多这样的画册，其中就有很多这样欢喜佛的画像。对，那么这些佛像是不是不轻易的要给，不能轻易的给人看、啊、不能轻易，绝对不能轻易啊。所以他密现在难了。黄念祖老居士是密宗上师啊，他跟我也是好朋友，他告诉我，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那个时候叫50年了，嗯，真正学密成就的他说只有6个人。你就晓得啊，往后之后的时候没有了，学密不可能再成就了，所以他劝人老实念佛，他自己也是念佛咒的。这个什么，这个是真正的好的密宗上师，不说假话的。不要说那么高的境界啊，现在人啊看到这个男女的样子很好看的样子，他就要起心动念。对，不错，那种境界想都不要想。对，是、啊、但是他要以这样的状态去修密，不错，那就错了，那就地狱嘛。哎，他那是肯定堕地狱。那、啊、密是最高的法门啊，在密宗的时候，什么时候才开始学密呢？佛在经上讲，初地菩萨。你达到初地菩萨了，那就入那个境界里面去锻炼，是不是真的不动心了？那你一动心，马上堕落下来。我们知道，您老的老师啊是张家活佛，对，啊，那应该是密宗的大德，对，大德。所以说，您老对密宗也是非常了解，对，真的是有很多修密的人呢，也想请教您这个问题。他不传给我密啊，我跟他那么多年的时候，嗯。他教我显教，这就是好老师。他们就想请教您老这个问题，是不是密宗轻易不能学？不能学。他密是这样的，嗯，刚才呢，他是研究所嘛，
你必须把大学念完，你才能修。你大学没念完，你怎么能修？啊，所以大学是什么呢？就是显教大乘。你不在显教大乘里面是奠定这个基础，你怎么可以学密？那这里边有没有例外呢？比如说，没有例外，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所以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这样的老师在一般人给你结缘，他就教你一个咒，哎，你去念咒。我那时候拜他拜老师的时候，他教给我六字大明咒啊，这西藏人常常念的嗡巴尼拜德美吽。啊，他用藏文写给我的，啊，我就问他老人家什么意思，啊，他就给我解释，啊，嗡，这是梵语啊，音译过的，嗡是身体，啊，玛尼是莲花，我们佛经上翻作摩尼嘛，叫莲花，啊，拜德美是保持，吽是意，啊，他这个文法是这样的。那我们中国的文法来念的时候呢，那就保持身意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你看这句话的意思多好啊，啊，是的，口念咒，啊，手接印，心里观想，我在这个世界身心要像莲花一样出于污泥不染污泥，教育也是一个对嘛，所以我们才晓得咒语是这么好的东西，啊，很多人会念不懂的意思。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修禅宗，是不是也很难呢？难，禅宗也很难，禅宗的修学，我这里揭露了一点，六祖大师就是教人真修真干的。啊，你看他是首先讲的，一切万法从自性生，就跟华严佛讲的时候完全一样。自性自心即是真佛，自修真干，要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其余恶口、贪嗔痴慢，就是十恶业。十恶业，哎，先放下十恶，你心就清净了，你就得清净心。你有这十样东西啊，你的心不清净啊，这叫修行的基础啊。然后再放下八邪、邪见、邪思、邪语、邪业，到邪命、邪定、邪方便，你心就安了。你看，先叫心清净，然后进一步心安了。心安之后，把自己的习气、毛病啊，还得放下。这什么毛病呢？不善的心，邪迷的心，迷惑颠倒的心，啊，戒害的心，恶毒的心，嫉妒的心，谄曲的心，共高国慢的心，统统放下，你心就平了。啊，你把这些东西统，然后再还要除掉一切凡是不善的思想行为，统统要除开，然后你会这个境界现前，你能见到自己过失。啊，你常见自己过，你不见别人过，啊，会达到这个境界，这叫功夫得力。如果不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口善心不善，诵经念佛没用啊！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修参禅的基础，就是这个。我们讲的扎根的教育，你有这个根，你才能参禅；你没有这个根，禅没分呐。
我们刚才听到一开始就是十善的。对，十善。啊，所以十善是佛门不管哪个宗派，显教、密教、宗门教下的基础，最根本的基础。啊，没有十善就没有佛法。所以比什么都重要。那么今天为什么十善做不到？因为弟子规没做到。十善是建立在弟子规感应篇的基础上，好像三层楼一样，底下最底下一层弟子规，第二层是感应篇，第三层是十善业。所以儒释道表面上有，实际上是一体一体。参禅的人的基础也得弟子规啊，要。为什么？他做人的基础，人都没做好，你怎么能参禅开悟呢？但是这个道理。那修密那就更得是这样啊，对，通通都是以这个基础，都是以这个基础。